各位兄弟们，欢迎啊！那今天大家的努力，我相信全部共苦吧。然后今天大家真的很棒，然后谢谢各位，辛苦了。博清出来，林凯威来对决立源林史，这一棒把球，中华队赢了，中华队赢了，台湾冠军，台湾冠军，台湾冠军。结果是一个再见双杀，被朱义贤接到之后回头自裁垒包，让我们在这场比赛最终以4-0战胜了日本队，拿下了2024年世界棒球12强赛的冠军。这也是我国队史上第一次的世界棒球12强的冠军。这是真的。这是真的，这是真的，我们不是在做梦，我们是在这场比赛发挥了比日本队更好的投打手的实力，是包括最后一颗球打那么强劲的球，朱义贤还是把它给拦下来，然后自裁垒包。哇，这是一场属于全队的胜利啊！不管是什么。